哇！天啊！天生玩这个的哎！哦！完杀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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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喝哎、欸，好不好？我们恭喜师必三，来来宝袋，你要我崇拜你？哎，你们的宝袋里面吃个龙马哦。你真的给我很大心，是不是？我说前五颗让你随便玩。对他那时候教育我说前五颗你就让你试，我后面五颗希望你进。就这样，然后哎，前五颗全进，我想说让五毛给一块的意思哎，哇！而且中间我想欢呼，然后我才能压住，对，我也是北康，没鹅肉，对，因为我大概算了解何梅的个性，我很，他也不能给压力，他也不能鹅肉，对，你就让他一鹅肉你就感觉好像是那种像感觉要看不看，然后这样子让他去做，对，一点点差距而已，一点差距而已，因为。等一下，如果我们赢了，也是十颗。对啊，我们绑回来、啊、也是可以绑回来啊。对对对，他看华野啦，看华野啦。没事啦，没事啦。好、欸、不然你说说看你到底刚刚为什么要哭？觉得可能就是差前面那个。没有啦，真的不会啦，太久了。我们在，你是觉得你就是射的不好？嗯，没有，可是没有表现好。可是我觉得我跟你讲，因为第一个射，第一次射，嗯，真的会比较难。像我早上那一关，我最烂的，像这样你就不会接。我都没怎么样了，但是其他，那我后面是不是建功了？对，所以你也是啊。对 ，OK， 不要想，不要想，不要想，不要想。抢晚餐吃什么就好。好，希望可以吃烤肉。